主料，面粉500克，辅料，酵母。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面粉加酵母和水，温揉成光滑面团，醒发至2倍大。二次揉搓后，揪出大小合适的剂子，取一个剂子擀成皮子扁扁，另一个剂子搓成圆圆，将圆圆放在扁扁上，另取面团擀成皮子，切成长条，将长条面皮包住包子，取小条，中间用筷子夹一下，成蝴蝶结，将小蝴蝶结放到帽子的适当部位，全部做好后再醒发20分钟，上锅蒸熟即可。烹饪技巧也可以在帽子顶部裹上馅，会更好的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